Welcome to another Mandarin Corners video. For more advanced students, you will find a free version of this video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s at mandarincorner.org. If you like our content, please consider making a minimum one-time $10 donation to help us continue producing it. In return, you will get access to all our premium content, which includes downloads of all our videos, audio files, video transcript PDFs, digital Hanzi posters, as well as flashcards, and listen to audio with transcript.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 Eileen。嗨，大家好，我是 Frieda， 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在 Mandarin Corner 见面。刚刚 Frieda 说又一次和大家见面了，其实呢，这是第二次他来上我们的节目。然后第一次的话是我们去南京跟他做了一个一对一的采访，采访中他分享了他是如何辞职去学英语，然后如何爱上攀岩，最后呢在阳朔开客栈的经历。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去观看。其实这个真的是收到了很多学生的留言，有很多人被你的故事打动，说你很励志，然后还有不少的学生说，谢谢，哇 ，Frieda 真的是太有魅力了，长得好美。谢谢大家的称赞，但是好像只有西方人会夸我长得漂亮，在中国是很少有人夸我长得漂亮的。这可能是因为中西方对审美的标准有差异吧。我觉得中国人对审美是非常严苛的，大到身材，小到就是脸型、鼻子的形状和嘴巴的形状。那今天我们就从六个方面来阐述这个中国的审美标准。下面首先是第一个是肤色，毫无疑问白呀，什么貌美肤白大长腿，然后白富美，甚至有说一白遮三丑，也就是说如果你长得白的话，其他方面的一些瑕疵是可以忽略的，还是可以把你放在美女的这个标准当中。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就是一张很搞笑的图片，然后上面写了一句话，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长得这么黑？然后我就回了人家一句，你是一白遮三丑，我又不丑。因为我的皮肤很黑。下次你可以这样反驳别人。对，我下次我学会呢。你知道中国人一般就是说朋友之间见面啊，就女孩子之间见面怎么打招呼吗？你又瘦了。对，但是他们看到我会第一眼会说，你怎么又不是黑呢，是又黑了。为什么是又黑了呢？对，因为我一直都在黑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就我从来也没有白过。因为你经常去攀岩，顶着个大太阳，所以容易肤色容易晒黑嘛。不光是因为晒黑，就是我本身就是皮肤就一直天生就黑。你从小就是这样吗？对，我从小就比较黑。我跟你分享一个有趣的经历。我有一次和我的一个外国朋友在街上吃饭，然后旁边坐了一个男士，然后他看了我一眼，然后过来问我说，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是的。然后他说，你怎么那么黑呀？然后我其实没有生气，因为我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我的外国朋友生气了，然后就很生气地问他，你认识他吗？然后那个男士说，我不认识啊。他说，那你为什么这么说他？那他什么反应？然后他也就不好意思嘛，因为毕竟这也是不是特别礼貌的一个事情。而且他又不认识你，都不算是玩笑话。对，但如果他确认我是外国人，他可能就接受了。你有兄弟姐妹吗？有啊，我有哥哥。你哥哥跟你一样吗？我哥哥也黑。我觉得跟我父母的肤色有很大关系，因为我是少数民族，所以我父母也是少数民族，所以我们天生肤色就要比别人暗一点。那你小时候会不会有朋友或者是大人经常会说啊，你皮肤黑呀？我从小就因为肤色就是可能会比较自卑，因为别的小孩都是白白嫩嫩的，知道吗？然后一直都是在学校里很受欢迎，但是因为我的肤色黑，就一直都是
不是好看的小孩这一类。嗯，很长时间我也不喜欢我的肤色，我也很想变白。然后包括我妈妈有时候也会说你要不。你妈也觉得你黑吗？对，因为他们也是中国人呀，他们肯定也是接受呢这个皮肤要白的这个审美的一个标准，然后叫我就是说多洗洗，用美白的洗洗这样子。小时候吗？对啊，小时候就让我们用这个香皂呀，或是那个沐浴露，让你用香皂去洗白。对，就是洗白一点，或是少晒一点太阳。他们真的觉得你这样能洗得白吗？不能呀，但是可以试试。那你当时就是你妈这样跟你说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我就听话的去洗呗，然后后来发现洗不白呀。你这么白，应该对肤色没有什么困扰吧？因为但其实我也不算白的呀，就是以中国人的标准的话，我不算白的。我觉得中国的审美标准不光是白，而且要就是像雪和对雪和牛奶一样的白，而且要没有任何瑕疵，就是说没有痘痘、没有雀斑或者没有痣，这样子就是非常完美的这种。白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从来没有被人夸过白，是吗？因为我素颜的状态下其实是有一点黄的，我的肤色是偏黄的，但是对，然后呢，然后加上我脸上又有斑，所以就像你一样的，你被困扰的是肤色，然后我困扰我最大的就是我的斑，我的雀斑，我从小就有，而且我是像你一样的，就是我的妹妹我的弟弟都有的，对，遗传吗？对，应该是吧，反正小时候就经常会被人说你脸上有斑啊什么的。然后长大了之后，因为女孩子嘛比较爱美，就很希望很想要把这个雀斑给去掉，因为经常会被别人说，然后你走进一家化妆品店或者是护肤品，他都会首推祛斑产品。包括我也是，我去化妆店的话，人家会哇大客户啊，这么黑得用多少美白产品呀。有一年我在家里的时候，我有尝试过去祛斑，那时候我在读中医的书，然后看到一个秘方。什么秘方？祛斑的秘方，它就是用一味中药磨成粉，然后跟蜂蜜调在一起，就是要敷在脸上。平常我们敷面膜可能是敷20分钟，对，但是我这个是要敷一晚上。哇哦，that's crazy。然后我敷了3个月，就我的斑点真的是有淡一点，是吗？对，哇，你刚刚说你去护肤品店，那些售货员看到你会眼睛放光，他们给你推荐这些产品，你会用吗？我以前也用过，像那个美白面膜呀，然后的确是有效，就第二天白了很多。然后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就是我脸很白，然后下面很黑，不均匀是吧？对，然后就是顶着一个白脸和一个黑黑的身体，哇，很奇怪。然后这个就是说用了以后，然后过两天皮肤会变得很干，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添加了一些化学用品，它并不是特别健康，所以我就不用了。可是你觉得我们就为什么女孩子会对白这么执着呢？因为现在的你看，不管是任何广告，出现的明星都是完美无瑕的，就是不管是身材也好，是皮肤的颜色或是皮肤的状态，都是完美无瑕的。我觉得我们要知道的是，他们其实是化过妆，而且是 P 过图，就是已经完全是准备好的。其实有一个笑话，你不知道你听说没有，就是韩国的整容，中国的 PS 照片。哦，对，这个照片不是被很多网友就调侃成为那个骗子的骗，对，因为是骗人的假的，对，都是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那个软件把它给就是修得很完美的，就像我们手机上面其实也都有美，现在有专门的美颜，手机都是自带美颜的，对的，这是最基本的配置了。我们要拍一张吗？然后它上面是可以就是说调你的脸型，然后像磨皮。那女神常年专属，还有女神对，然后我们各种模板是吧？对，然后来拍。现在是女神模式，对，我们是女神模式。天哪！Oh my god！ OK， 我看一下我眼睛，看一下。到时候你发给我就好了，我看一下。我的天哪！你看我眼睛，You have big eyes 。我是主要是我睁大了，哇！你看我的皮肤真的是太完美了，好白！哇，我们的皮肤也可以这么完美。我只有在美颜相机里面才是白的，对，好吧。
好，那第二个是我们要说到脸型。小微脸就是一个巴掌能够盖住你的脸。对，那我也是巴掌脸了。你那我们俩脸都是符合的了。应该还不够吧。好像还有一个说法叫锥子脸。对，其实它就是下巴很尖。下巴很尖，我下巴也挺尖的吧。对，就是下巴要尖一点，然后这里要颧骨要小一点。为什么颧骨不能高？颧骨的话，在中国的就是比较传统的封建认为里面，就是颧骨高就是克夫。我解释一下克夫啊，克其实就是阻碍，然后夫就是丈夫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的颧骨高可能会阻碍你丈夫未来事业发展。嗯，然后这么大的威力。对，包括现在很多美容医院，就是说你去，他会这样以这种看相的这种方式推销你推销你一些产品，比如他会叫你封太阳穴，因为封太阳穴的话，其实是旺夫，颧骨小是吗？一个是颧骨小，另外一个是旺夫。然后旺夫的意思就是说你会帮助你丈夫未来的事业发展，所以很多人对这个颧骨和太阳穴其实也是很在乎的。他这个颧骨是有一个说法，妻子颧骨高，杀夫不用刀。有这么夸张吗？好像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关于如果颧骨高的话，这个女的好像比较强势。我这个算高吗？我的那个观点，你的颧骨并不高。他们很多人也认为我的颧骨高，已经很多人告诉我让我去封太阳穴。可是我觉得你的颧骨根本都不突出啊，不明显。但是有很多人告诉我说，你 Frieda， 你去封太阳穴吧，这样有助于帮助你的婚姻。真的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他们还有很有根据什么什么那个大师研究了那个人的长相，就是会影响到未来的运气等等。你相信吗？我不太相信这个吧。我觉得命由自己不由天。有没有哪些明星可以代表这个完美的脸型？范冰冰啊，整容模板呀、又白，然后脸型眼睛大，对，眼睛又大，然后脸型又是标准的，他就是标准的这种 hot 星型脸。对对对，我感觉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可能做了一些调整，因为我记得他在那个《还珠格格》里面饰演金锁的时候，我感觉他五官不是很分明，就稍微柔和一点，有点那种东方的那种柔和美。对 对, 对，现在就更接近一种西方的一种审美。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追求了那种西方人的长相，因为他们就是什么五官比较分明的。对，下面我们要说哪一个？眼睛。眼睛，对，眼睛那肯定不是我这种眼睛。中国人喜欢大眼睛双眼皮。有很多人甚至天生是双眼皮，眼睛也不小，他们会让自己的眼睛去变得更大然后更双。对，一个是通过化妆，另外一个就是通过割双眼皮。还有一些产品它是可以贴双眼皮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以前很多人用双眼皮贴，因为可能贴的不舒服，现在就直接就是把它割成你想要的双眼皮的样子了，那样就不需要刻意的去贴。以前我还买过那个双眼皮贴的。是吗？我贴过，但是很不舒服的。对，因为它有一个东西卡在那里。对，而且也不自然。不自然，它会掉。然后你不能眨眼，你眨眼它就看见了。你眼睛挺大的吧？我在中国人的眼里也不算是大眼睛，我觉得他们追求的比这个还要大。那我怎么办？那很多人会建议你去割个双眼皮吧。我不觉得我眼睛小啊。我也不觉得你的眼睛小。挺好看的。但是小时候我经常被人家说我眼睛小，而且就是比如说拍照的时候，每次拍完出来，然后那个摄影师一看，这个怎么眼睛又闭上了，来再来一次。重拍。对，就我很多小时候的照片是那眼睛就是我一笑就眯成了一条缝的那种。其实我觉得你长得挺像刘雯的，就是那个国际名模。不，人家说我长得像吕燕。是吗？但你的眼睛比吕燕的眼睛大。对对对，比她大一点点。我以前有一个表姐，她眼睛很大。然后她每次跟我走在一起，她说眼睛大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你知道是哪里吗？不知道。
刮风的时候那些沙容易进沙子，然后我就没有这个困扰。有道理啊。所以眼睛大眼睛小它都各有它的好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不用刻意去追求它的大小。西方人的话，我问过很多西方朋友，他们就没有单眼皮双眼皮这一说。是，但是他们很多人是双眼皮啊。对啊，他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单眼皮或者双眼皮，就是你是单眼皮也行，双眼皮也可以，就是没有刻意的说一定要把单眼皮变成双眼皮，或是双眼皮，然后要变成更大的双眼皮，他们不会去刻意追求这个。好，下一个是什么？鼻子和嘴巴。鼻子和嘴巴。中国人他喜欢小巧然后坚挺的鼻子。高鼻梁。高鼻梁。然后我们有一个测量你是不是标准鼻子的一个标准，就是你的手指通过这个下巴到鼻尖，然后你的嘴唇。你是不能碰到吗？对，不能碰到手指。然后如果碰到手指的话，说明你这个鼻梁不够高。对。我都已经亲到了，你看。对，所以如果看你鼻梁是不是标准的，就要用这个测量方式。然后嘴唇的话就是樱桃小嘴，小嘴。大嘴的话在中国传统里面是指你可能会把家里吃穷呀，然后不聚财。而且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啊，比如说有些人会说你嘴巴怎么这么大。对，其实他是在说你保守不住秘密。对，所以对大嘴巴其实是不是美的一个象征。大嘴的，我觉得大嘴有一个很就大家都熟知的一个代表人物是那个姚晨。不还有一个性感的那种舒淇啊。对对 对，就她嘴巴是，我觉得她很漂亮很性感。她也有雀斑，她也眼睛也比较小，然后她嘴巴比较大，但她真的我觉得她很性感，就配在一起就好，就很好看。对，哦对了，我刚刚跟你说的就是我昨天去网上看了一下，有三种很好看的唇形。哦，真的吗？一种叫M 型，就是这里很深嘛，比较深一点。对，所以看起来有。我的好像没有吧。哎，你有一点。我有。你的是 M 型的。哦，我有一点。对，所以你的唇形是比较好看的。然后还有一种是那种。有一点。中间有那个唇珠。哦，有一点突出来。就是感觉很。很可。哦，很性感。然后最后就是那种饱满的。没有特别分明的这个。嘴唇。嘴型唇线。对。好像不是很喜欢。薄嘴唇的，薄嘴唇也有克夫的意思，在中国好像还对对还会说如果你嘴唇薄的话，你是这个人刻薄。对对对，不，你应该是第三种，就你的嘴型还是很好看的。你的也是，你是第一种，所以我们俩都符合。所以我们现在要互夸来增长自信是吗？第五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身形，毫无疑问呀，瘦。在电视上，很多明星他们可能有1.68米，然后1.65米以上，他们才只有45公斤或者43公斤，好瘦，真的太瘦了。而且现在网络上还有非常流行的就是测量你是否瘦的方法，我找到了5个方法来证明你是不是标准的瘦。我们来测试一下。我应该够瘦了吧？我觉得你是很瘦的，但是不知道你能不能过这个过今天的这个测试。好，那我们第一个就是 A41 是哦，对，我好像就是说你的腰，这不这不可以吗？是这样子的哦，就这么瘦吗？那你的刚好哎，你看，哇，我通过测试了吗？对对对。叮叮 OK，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都不敢试了。我觉得你那么瘦应该会有多余的。我的腰都在这儿了，你看。哦，那是你的衣服。你很瘦，来，我来拉拉。 我拉拉，我帮你拉一下。哎，你也符合了，你也标准的。啊，你看，好吧，你看，对对对对，你也是符合的。 OK， 好吧，这个我们就放心了。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反手摸肚脐。啊，怎么来？对，就是你的手反过来要摸到你的肚脐。这怎么摸？然后我先，你肚脐在哪里？你帮一下我，我的肚脐在这儿。哎呦，我摸到了，我摸到了，在这里。对对对对 ，OK。好辛苦啊！我看人家不是直接就这样摸到的吗？我需要一些帮忙。对，我这差远了。你我肚脐在这儿。你把腰往这边去一点。对对对。
抽筋的。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点作弊，就是你如果你的手臂特别长，可能但是如果你矮的话，你就没有那么长。像我就比较吃亏啊，因为我才一米五六，我手就这么短。第三个就是锁骨上面放硬币，就是你要把硬币放在你的锁骨上，就正常的放在你的锁骨上。啊，那你通过了？可是我是故意挤的，但是正常的我是放哦，就是要这样子就能放上。那我对，所以 I'm not beautiful。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子算吗？他们是一排一排硬币。哦，对，我们才放了一个，他们是一排一排硬币放在这里。我是现在瘦了，嗯，现在还有一点点骨头，你能看得到。以前是没有锁骨的，就肉肉的，因为以前我胖过，现在我九十多嘛，以前有到了100零几，我这么矮的，我这么，你看，哇，我这好女不过百，好不好？什么好女不过百？那我从来没做过好女。我们两个都不能通过这个测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测量你腿的这个是否是足够纤细。对，我这个手机是太长了，因为他们应该是要小一点的手机，所以你的手要手机要放在这个位置，然后不能你的膝盖不能超过这个手。我的手机太大了，这算超过了吗？我不知道，反正手机也不是他们标准的这个。我应该可以，我脚还是挺细的。你这么细应该没问题。我觉得我的手机太大了。我还有多呢。对，你通过测试了，你是美女。我是够瘦，我不能说是美女。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绕人民币一周，用100的吗？我先用100的测试一下，对，100的刚刚好。然后其实网上是要用1块钱的。对，来我给你、这个好配你的衣服，为我制造的毛爷爷。我不够瘦，所以你不够吗？我还有这么多空间。那我下来一点的话，对，你应该可以，你那么瘦，你的手那么细，应该可以。哇，你也不够瘦啊，你还要瘦啊？你再挤一下嘛，拉一下拉一下，挤也不行，再拉，还要拉吗 ？Oh my god， 还是不够。哇，你手臂这么细的不够吗？我看过有这么瘦的，我一个表妹，她手特别细，就她腿也是，她手就这么点，然后她就是完全的那种，哎，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皮包骨哦，皮包骨是吗？对啊，我听说有这一个测量，是因为那个女生手臂细的话，男朋友去抓她的时候会感觉很小巧，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男的手他本来就大呀，所以还是抓得住的吧。我觉得中国对中国人对女孩子的很多时候要求的是小鸟依人呀，然后温柔啊，然后就是你瘦的话有些时候更能让激起别人的保护欲吧。像我从来没有人想要保护我，我都保护我自己。如果是刚好这个男朋友他也不是很高大的那种，一抓抓不住，一抓抓不住，是不是？对对，就像两个哥们儿一样的，就不是，对，搭肩膀哦。对，就肩搭肩了，就不要牵手了。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女孩子最喜欢讨论的两个话题就是如何保养皮肤，还有一个就是如何减肥。对，减肥是女孩子永恒的话题，一辈子的话题，也是一辈子的事业。 对，人家说女人的终身事业就是减肥。减肥， 对， 对。我看过很多就是看起来很瘦的，然后他们还天天嚷着要啊，这个我不能吃，我要减肥。对，就太把关注你放在了他的体重和体型上面。对，所以你当你跟我说你要减肥的时候，我就说你这么瘦你还减肥。我今年其实已经通过运动和饮食调整瘦了10斤。是吗？对，但是你说跟2年前相比吗？对，但是因为我是攀岩，想要更上一级，就攀的更上一个难度级别，所以我需要去控制一下饮食，然后我也是通过运动和适当的调整饮食来达到一个瘦身的效果。那我们中国女生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减肥呢？是运动还是？以前是节食或是吃减肥药比较多，但是现在我看我的很多朋友圈都在就是推销抽脂啊。对，就是直接把你的脂肪给抽掉这样子。有用吗？
短暂的快速的肯定是有效的，后期怎么样我真不知道，没有去了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尝试吃完食物之后催吐。对，你有看过吗？我有看过很多奇葩的，像有的吃那个蛔虫啊，你不知道吗？不知道。因为这个蛔虫它会就是吃你身体里的半成品，把虫吃进去。真正的虫还是药？就蛔虫。我知道蛔虫，是真正的虫，因为这样它会把你的半成品吃掉。我其实在我22岁的时候有节食过2年，然后吃了将近1年的减肥药。怎么个节食法？就是每天只吃一点点，然后就是完全控制自己的饮食。然后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很胖，所以很多人都会笑话我。因为胖小孩在学校你都知道，别人可能就都不爱跟会欺负他，要跑也跑不动，然后什么都不灵活，对吧？可能就比较受排斥，然后也会有很多异样的眼光。那么在我大二的时候我开始节食减肥，然后也有吃过减肥药，但这个药吃了以后会让我整晚睡不着。这样子啊，对，然后你就白天没有精神，晚上又睡不着，所以后来我意识到了它不健康，所以我开始走向运动的这一个方法。对对对，这样子的话其实它是比较持久的。虽然说我是瘦啊，嗯，但是也有困扰我的地方，就是我的肩膀比较宽，嗯，然后上身比较肉，就我如果长的肉的话都是长在这个地方。这是你自己想的吧？但是以前真的是看起来这里肉肉的，从来不敢穿吊带，嗯，然后去买衣服的时候也总是就是都不喜欢照镜子，就觉得镜子里面的自己好胖好丑。对，是吗？不是很胖，就是觉得不好看，壮。对，壮，虎背熊腰。对对对，其实你发现了没有，我们的这种追求这个标准或者追求瘦或者白，其实从一开始就被很多因素影响着。比如说我们见面的时候就会说到，哎，你最近是胖了。对对对。然后可能如果你不在意的话还好，那有一些在意的人他听了他会觉得很受伤，哎，或者是他会马上说一句，哎呀不行，今天晚上不能吃了。对对对，真的会这样。我以前真的会这样，但是现在我不会了。好像在中国那胖子啊，没有朋友。就是你好像你不论你多瘦他都是不够的。我甚至有些父母也是会说这样说孩子的。我的一个同学，我记得他妈妈曾经跟他说过，你不要老是吃那么多，因为就怕他胖。但其实他都不是很胖的那种，只是有点嘟嘟的，肉乎乎的。但是瘦其实也不是终极的目标。你看那个卡通人物，就游戏里面的那些女的，她们瘦，她们腰很细，但是她们的胸跟就臀部都很大，对。那我们对胸部就胸型有没有什么标准？我觉得女生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别人评价她飞机场吧，平胸是吧？对，就是飞机场的话就是没有胸嘛，好像也不是很喜欢太大的哦，就太大也就是，因为西方她我感觉他们还是比较像喜欢大胸，对，希望大一点的，就有曲线嘛，有 S 型。对对对。但是我们好像，我们有标准，对，不是说一定要大到什么一罩杯啊，是吧？对对对，我估计 B 跟 C 就够了啊。就是我们对任何东西都是有标准，包括我们的屁股也是有标准的。你知道现在追求什么屁股吗？什么屁股？蜜桃臀哦，我就你能想象这个像蜜桃一样的，好可爱，紧致小巧，然后又有曲线。但是屁股大好像，如果太大的话，应该是不喜欢的。以前在农村我是知道的，就是娶媳妇都喜欢找那个屁股大的，就算是早几十年的农村，不，我小时候都有遇到过，就是说比如说，哎呀，这家新娶了个媳妇儿啊，然后挺好的，屁股挺大的，肯定能生儿子，又大又圆是吧？就有一个俗语，就是屁股大好生养嘛。你觉得西方人对女性的身材有什么样的标准？我觉得西方人的话，他们更喜欢比较适中的，然后。稍微性感一点，可能曲线的有曲线的，他们可能不太追求太瘦的这种身材。可能有一些外国的男生，反而会喜欢有一点点肉的。对，有点更性感嘛。对对对，而且现在他们好像很流行，就是大
臀部稍微丰满一点，就注射一些填充物，就让它变得更大。就是有一个很出名的，好像中很多中国人都知道的，就是金卡戴珊。嗯、对他，你看过他吧？我见过他的臀部非常丰满，然后他的腰很细，太大了吧？胸部也是很大的那种。对，但是很多人认为他很性感。嗯，对，好吧，嗯，第六个方面呢，就是整体的风格。我们中国可能女孩子，不管你是20岁还是40岁，甚至60岁，都喜欢被别人说的年轻一点，必须喜欢看起来年轻。嗯，对，像现在很多的明星40岁呢，可能还在演18岁、20岁的这个角色，或者是想，看起来还像这个少女一样。我觉得中国的女孩子是希望自己看起来小。对，年轻可爱，对，可爱，对、嗯、这个应该也是跟男生的喜好偏爱有关系。我觉得中国男生是比较喜欢可爱一点、可爱无辜一 点的女孩子，对，就可以保护她那种。是的，是的，我不知道外国人有没有这个习惯，就中国人对称呼是很有讲究的。嗯嗯，就比如说我们是陌生人、嗯，我看到你，我一眼看过去，我觉得你比我大，嗯，我可能会叫你叫姐姐，嗯，或者是叫什么什么姐，嗯。再或者是美女，嗯，但是通常呢，我们是不喜欢被叫大的，对对对对对，你叫你肯定不愿意人家叫你叫阿姨，对吧？其实是这样的，在中国，你觉得他比你大，你还不能把他叫大，但是很多小孩还是叫我叫阿姨，有时候那种跟我差不多高的人叫我阿姨，然后我就很想。扁他你像我们去买衣服的时候，那些店员他也是会夸你、嗯、哇，你这个衣服穿起来很显年轻，对吧？我上次去理发店，然后那个店员跟我讲，他说哎呀，我给你剪一款这个显年轻的发型吧，因为现在非常流行，好像是说你现在很老似的。其实我在中国人的这个标准里面，我是比较显成熟的。成熟在中国另一个意思可能就是显老。哎，我好像我听外国人说过、嗯、其实很多外国女生是不喜欢被别人说自己小。对对，如果你说的啊，你看起来好小，意思是你不成熟。他们喜欢让人家认为自己很成熟、就是、是的，然后性感一点、嗯、成熟一点，因为成熟的代表你想问题和这个思维也到达一定的高度，就是更聪慧啊，更全面吧。嗯，好，那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有这样的审美标准，它有什么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地方。嗯，其实我之前也有说到，这个中国人对审美是非常严苛的。嗯，所以我觉得这种严苛的审美标准可能对青少年或是年轻一代的人有很大的影响。嗯，因为这种严苛的审美标准可能会让他们走向极端。那么极端有两种，一种是目的的极端，比如说追求极度瘦，然后极度白、嗯、眼睛极度大或者鼻梁极度高等等。然后另外一个是手段的极端，像反复整容啊，吃减肥药啊，然后极度节食啊等等这些。嗯，那么青少年和年轻的一代，他们现在正是价值观形成和心智不太成熟的一个阶段。嗯，那么他们有可能受到这些标准的影响，然后对他们的身体或者是心理都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我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在追求美的过程中，通过一些健康的、自然的、向就是积极的、向上的一些方式，达到一个持久性的美，也可以通过内在的一些就是成长和改变来提升我们的外在形象。嗯，我觉得这个严苛的审美标准呢，它还会就让大家会变得缺乏包容性，而且是甚至是有一点那个苛刻。不，有一个词叫什么？cruel 残忍。你能想象一个陌生人对你说出那样的话，说你长得不够美，怎么怎么样，你什么感受，是吧？你会觉得好像你的外表不够美的话，你身上就没有价值了，你会觉得否认自己，然后变得自卑，然后其实会掩盖你很多真正美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变得自卑的时候，他就可能没有动力去做其他的事情，去发展自己其他的兴趣爱好。对于社会来说其实也是不好的。因为社会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各种性格的人，对，去推动他发展，推动他进步的。嗯，但是如果你只是
大家都在强调，哎，你一定要长得美，哪怕很多公司在招员工的时候啊，都会在对长相有这个要求的，要求，对，身高1.6米以上，嗯，五官端正，标准，端正，男的长得。就是长得不端正的人就没有价值了吗？一米六的人就低，对，就低人一等了吗？对，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认为这个通过变美可以让很多事情可能更容易一点，包括找工作呀，包括这个异性交往啊，可能让他们更容易一点。对，所以他们在对美的追求的路上越走越远。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关系。就大家给女性灌输的这个价值观是，你的事业成功不能说明你成功，对，你只有嫁到一个好的老公，对，有钱的老公，那才能说明你这个人生是成功的。成功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审美的标准上也可能在迎合一些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嗯，对，所以其实也许他自己并不认为这样很美，但是大家都这么认为，那么我也想要被更多人去认可。就以前我对我自己的外表是特别特别自卑，没有自信的，觉得好像自己，就不值得去拥有好的东西。好的东西，对。但是当我慢慢的抛开了我对我外表的执着之后呢，我就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更多美好的东西可以去追求。我想你应该也是有这种体验的。对，当大部分人都去否认你的时候，你会否认自己。但是从自我否认到自我肯定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甚至很痛苦的成长过程。首先你必须得认可你自己，然后你必须要抛开很多传统的东西，然后去追寻你自己真正的一些东西，像不光是外表，还有你的健康，还有你的内在，还有你的知识，还有你的处事能力和做事的能力。所以当你在各个方面有所提升的时候，你会得到自信。那么当你有自信的时候，你才会把这个真正的美的东西全部展现给别人。那么其实这个时候你也许达不到这些审美标准，但是我觉得也是很美的另一种美，自信的美。所以真正的内在美可能也会帮助你去提升你的外在美。那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那关于审美你们有什么看法呢？在你们国家你们的审美标准是不是跟我们的有什么不一样？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再见。